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在书写这些单字的时候呢，尽量找一些，就是说类型差不多的啊。比如说我们讲过这个"堂"字，那我们再看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里面呢也有一些撇的笔画和折笔比较多的啊，入笔。这个一定要对好顿笔的点，压住。那我们有时候写的时候呢，这两个转折地方呢，很多时候还是要区分一下的。啊，这两个一般呢可以回忆一下，把这个勾的动作写出来。但是很多时候这里写的时候呢，弹出去的笔很小。不是特别明显，啊，因为我们写楷书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其实笔锋都是这样漏着写出去的，只是说不要太顺的去下笔，啊，下笔的时候呢，一个角度，你看，啊，每一个笔画之间，就说它之间的。起收提按过程一定要把它，你看，把它写到，啊，一个点也是，从哪里起提收这些关系把它做到，啊，写完以后呢，最好再去对一下字帖，啊，比例、外形，啊，这些，看它做的怎么样了，啊，比如说像这些地方的虚实关系，啊。